鱿鱼。那三条够了，好大一条。看看还有什么。还有点沙子。哇，这个漂亮啊，好大一条。够了够了，都是放到冷库里面的，就被人家拿出来化了。这都是九分钢拿回来的，先把它拿出来解冻一下。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朋友，他就告诉我一下，等一下有朋友来家里面吃饭，帮忙煮一下饭。这个叫做鳕鱼，你看这个肉质很白啊，哇，这个是大沙深水沙。先把这个鱼煎了，香煎就可以了，不用煮。我叫堂弟过来帮忙，把这个沙，这个尖尖的切碎了。飞哥谁来了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南宁罗庆祥，来到了。啊，先做一下这个海鲜，这个沙，还有鱿鱼。就这样子放进去的。啊，对对，放。那个鱿鱼头呢？鱿鱼头等一下，我稍微切一下就行了。是这样子切、啊。随便随便都可以，反正都能吃的。我这个是内脏，我要把它除掉。那它这个是什么？鸡煤气用的炒的。好久没有。我们小时候外婆也是拿那个。都需要那个炒。八年中的。嗯，对对。但现在呢，很多人都不怎么用炒。这是蒸包的，好了，水已经开了，放上去炸。这水开了还可以。水还没开，你放吗？可以了。哇，用那么大的一个锅蒸的。有朋友来的话，我这边的话就洗一点给他们吃。没有挡到。在吃过这种哎，这家做玻璃脆，它肉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它非常甜。还有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，海鸭饭，这个就开袋就可以吃了，很方便。那个吃过一个，就是那个，我再买点。快来吃饭了！过来吧，开饭了，开饭。来来来，吃吧吃吧。来了，还有给啊？今天我们来带了一点我们店里面的一些产品，要送那些女性欢迎的。哦，桃胶。桃胶就这样吃吗？不是，你要泡。哦，就是煮糖水的哦。那就这三样：煲糖水，再泡冰糖。泡冰糖啊，这个糖水。嗯，到时候没了怎么办啊？这人都年轻了。好的，那感谢了啊！看来九妹年轻的原因也是有的。在这个年代就是这样，因为也欢迎我们啊，这个南宁龙庆祥龙总啊，酒的酒少，我今天下厨。我刷抖音今天刷到你，只是。哎呀，很想去拜访你，不过我看到很多人去，我怕打扰。那先吃点，那就拜拜了啊，拜拜。都欢迎朋友们来，各个来都，准备都会先住下去的。哎，这个是咱这个是吧？这里啊，准备出发去接新娘了啊！这就是新娘的车，后面这几排都是。等一下，准备呢也是跟着。到了，到了。
以前我们都是坐那个很旧的那个。以前我们都是摩托车。摩托车。耶！新郎哥好开心啊！现在那一辆车又到上面去，要拜一下祖宗啊，才可以进到你家的门。没事的，他外人都承认了。戒指。
结婚，结婚，结婚。把黄色给我。少爷，这么简单啊？八九八，今天只打败你，好吧？今天下去了，今天下去，我们又去哪？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